跟各位介绍，这一台是喜特利的 JD3001A 瓦斯炉，三口瓦斯炉。它的方便就是说，它是一个大，两个中，而且我们跟其他品牌不太一样，是我们都是做双管式的点火系统，就是中间都有小火。来说的话，就是说它是做铸铁设计，一样是有日本的热电炉。然后它的颜色有白色、黑色，还有不锈钢颜色。再说它有右大也有左大。右大跟左大的分别就是说，瓦斯炉的大炉头，像这种大炉头是要在右边还左边，让你的烹饪的习惯，它有左撇子或右撇子都好操作。